生活这一块田种的牛鞭草总共是两亩，今天是割的最后一车，我们是每天割一车，割了一个月时间。像这个牛鞭草出苗还是挺快的，割完之后马上就开始发了，只要你的肥料够，像这边的最多20多天到一个月就全部长起来了。再倒倒倒一点，再倒，再倒一点，好好好。